兄弟的姐姐追了我一段时间，昨天来接我下班，遇见了我的朋友，今天来找我说和我朋友在一起了。啥事儿姐，这么急非当面说。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哎，姐你就说呗，我这后厨挺忙的。还选一个？不听了，忙我。好消息是我恋爱了。啊，那消息确实不错啊，我给你点花小鞭庆祝一下呗。坏消息是跟你朋友小宋今天吃饭那个，也不知道对你来说算不算坏消息。那坏啥呀，老宋行。人不错啊，我一个祝福，死路。不正经的，真的。不好玩，姐。你是一天没啥事儿，我得干活挣钱的啊。怎么不信呢？人在门口呢，人害羞，不好意思进来当面跟你说。一见钟情吗？不行吗？什么表情？吃醋了？神经病，我吃什么醋？我就知道你吃醋了，总说不在乎吗？我赢了。你脑子不正常，你这玩意儿有意思吗？再一个，你这不甩老宋了吗？不重要啊，平常总说对我没感觉，这回全挂脸上了吧？不满意了。端盘子了，我还要咨询干嘛呢？